好，大家好，我是台大物理系陈凯峰。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简介一下，怎么样准备一个好的科学演讲。所以我标题就是 Tips for preparing a good scientific presentation， 这样子是一个 tips， 某种程度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怎么给一个演讲，而比较像是一些提示，一些小小这个 paper 这样子，让你可以准备得更好。那我们主要的目标是针对于science 跟 engineering 的 students。OK， 那希望也许听众各位可以在这里有的一些些收获。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吧。好，那首先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演讲呢，我们切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演讲，对不对？好的演讲其实某种程度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好跟不好其实是相对的，对不对？一个好演讲跟不好的演讲其实是只是一个可能什么状况叫比较好呢？某种程度是切合主题、切合状况，叫做好演讲，对吧？所以你当然可以相而知，好演讲完全是绝对是跟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什么叫做好演讲？对，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要讨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准备素材啊，或是演讲素材都是投影片，对吧？那你用不管你用 PowerPoint、用 Keynote、用 OpenOffice 或什么之类的东西，都是基本上都是投影片的形式。那我们这边就要稍微的花点时间来讲一下，对 Science Engineering 而言呢，什么叫做好的投影片？怎么去准备它？哪些机会不要去犯？对吧？那最后的话，当你有很好的素材，又一个机会给你表现的时候，那当然问题就是说，那你怎么去讲它呢？哪些东西要注意？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不该做呢？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主题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第一个是什么是好的演讲啊？好问题哈。那如果我们来问一个比较 classical 的说法的话，好的演讲不外乎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知识传递，对吧？一个 effective knowledge transfer，就是讲者，也许是我，怎么样把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想的东西呢，很有效率传递给各位听众，对吧？是这么一回事的。不过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 classical 的说法，对不对？也就是说，什么叫有效率？就是某种程度，我的资讯几乎不损耗，我把我的讲的东西交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几乎没有损耗到你身上。那吸收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至少我讲得够好，因此没有什么资讯就该讲的没讲，东西不见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好演讲的基本条件，或是 classical 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古典的定义了。那可是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比这个更多，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听众跟你有非常的好的互动，你甚至在这个对谈、这个问答之中，你甚至有想到一些新的灵感，有些新的这个想法蹦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得到更多回馈呢？那因此我们就想象，这个是一个 excellent 的 presentation，对不对？比好还要更好，它是一个超棒的 presentation。为什么呢？因为有点像是举一反三，对吧？比如说我是演讲者，我把资料东西告诉你，那更用你回馈给我，我反而学到更多东西，那这样不是有更棒的一个情形吗？所以，那这是一个 excellent presentation 啊。不过呢，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这是留给大家，就是说，哎，我们总是从好出发，从现在出发，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好的演讲，然后终极目标就是一个 excellent 的 presentation 喽，对不对？差不多像是这个想法吧。不过，当然，我们先从好开始喽。那什么是好演讲呢？那好演讲的话，某种程度绝对跟你的场合有很大的关系，或是跟你 occasion 有关。什么意思呢？首先，你会想象你要讲什么，对吧？比如说，你要讲的是你自己一个呕心沥血之作吗？你的这个也这个你做了一个研究，花了好多好多心力，你熟悉所有的细节，你想要把它解释给你的听众听，这是一种可能性。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就是你其实是帮别人讲，你有时候这是会发生的，因为比如说你去一个像是国际会议。你可能是 summarize 好几个人的东西的结果，你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结果，因为自己的结果可能就只有一点点。可是你是帮好几位同事，或者是你的同学，或者是根本不认识都有可能来讲他的东西，讲别人的东西。还有一种可能，你是做一个 overview，你是做一个 literature 的这个 summary，对吧？你 study 了好几本书，好几个不同的资料，然后你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讨论。那这是你讲的东西不同，那当然某种程度它也有很不一样的效果。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因为当然很重要，就是谁要听啊，对不对？谁是你的 audience 呢？是你的老板吗？你的 supervisor 吗？还是你的同学、你的 lab mate 或者是你的 colleagues 呢？对不对？
还是你是对一般 general public 的大众讲这些东西，这是完全不同的对象啊。那当你讲的方法也要不一样，好的定义也就不同了，对吧？那最后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一种可能是常见的场合，可能是一个小型的工作汇报，比如说你只有你跟你的老板跟三五个你的实验室的伙伴讨论东西，你甚至是非常 casual 的拿一张纸上面可以画来画去的，对吧？是这样的吗？还是你是一个参加一个专业的会议呢？但你的国际会议呢，你可能有很多的外国人，很多的专家，跟可能也不一定跟你领域很近但又不完全一样的人，对吧？或者是你现在是给一个 seminar， 一个小时等级甚至更长的这种长时间的这个演讲，你对的对众可对对象可能是学生，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混合的，甚至还有对一般大众，对吧？那这东西都是会造成你一个好的演讲跟不好的演讲必须要做某种程度的修正。所以某种程度好的演讲跟不好的演讲呢，这针对你的情形是不同的。所以这边就很简单画个 cartoon， 说你在一个 working group meeting 报告的方式对你一个国际会议的报告方式一定不一样嘛，对吧？如果你拿国际会议报告的方式对这个 working group meeting， 那你老板会说你能不能多给我一些细节吗？那如果你拿了 working group 报告去这国际会议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哇，这有够不专业，对吧？所以这是不行的，这当然是跟你 讲什么东西有很大的关系咯。好，那另外一个东西什么很重要，就是你怎么讲，也就是 present 的 style。 很多人会觉得一件事情，哇， Steve Jobs 可能大家都认识，对，苹果的创办人之一，老大，那他也非常好的演讲 skill， 对吧？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演讲 skill 是非常棒的，可是呢他毕竟是在卖东西给你，比他卖一只 iPhone 给你，就是说除非你今天的演讲也是在卖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的听众，不管是卖膏药卖什么卖 iPhone 好了，什么都可以，对不对？那他 style 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 style 可以学习，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科学汇报的时候，这不一定是个好方法呀，对吧？因为通常这种讲法就是反正你相信我，对，你花钱出来买我的东西就好了，细节不重要。可是对很多时候对一个 scientific talk 来说呢，你的细节其实还蛮重要，因为其实真正专家有时候会想要看的是你的细节，不是只是你的产品好棒棒，对吧？所以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去对你的像你的 CIS defense， 对一个很 typical case， 你去对你 的这个 CIS review committee 说，哦，我做的东西太棒了，比前四代好个两倍，巴拉巴拉巴，那你也没说细节，那请问我的，哦，这些 reviewer 会相信你吗？不会嘛，对吧？所以这不行的。所以这 style 也是很重要，切合场地，切合 style， 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稍微的分类一下哪些常见的 presentation case 吧。我们稍微分了四类吧，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场合，但是我们就很 typical 的挑四个，可能在各位呢在这个所谓的专业的领域专业 的历程里面呢，多少会遇到的吧，对吧？那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 case 什么呢，就是你在一个 working group meeting 报告，你可能因为比如说你就有时候你可能给 对你的老板报告说，哎，我做到哪里，对不对？我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有什么机器坏了，或者是什么测量值长得怎么样，我怎么分析我的数据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你可能会对你 的 supervisor 报告的东西，或是对你 labmate 报告，对吧？ Working group meeting 的报告，这是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是什么呢？大概所有念 硕博士班的学生呢都会至少会经历过一次的东西吧，就是你的 CIS defense， 你的对象基本上就是你的 supervisor 跟你的这些 CIS 的 committee，那这些就是基本上是你的领域里面的专家啦，对不对？那第三种 case 是什么呢？如果你运气够好，你做得不错，那你有机会呢去参加一些像是不管是国际国内的一些会议啊，对不对？那可能是 present 一个非常 focus 的 summary 关于你自己做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一个会议报告咯，这也非常的常见。那最后是如果你做得再更不错一点，你会有机会去给一个像是 seminar 或是 colloquium 这种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报告，一个小时的左右的演讲，对吧？那你的 audience 可能是一个 mixture， 那可能包含专家跟非专家人都在那里了。那怎么去给这些 talk 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分类这四个类，我们稍微的给进一些 tips。好，那第一个 case 是什么呢？如果是关于像 working group presentation， 就像我们来说，基本上这是个最常见的 case， 关于在你的这个所谓的 professional career 里面，对吧？那你的 audience， 你 target audience 就很明显了，你的 collaborators 就是跟你的合作伙伴，你的 supervisor 等等的这些人，其实这些人有个特性，他都知道你在干嘛，正常而言，对吧？哇，他可能不一定那么熟，但他知道你在干嘛，
而且他觉得这些人都是你同一领域里面的专家，甚至还知道你实验室细节的人。那在这个状态下的话，通常一个好的 working group presentation 呢，最好的状况是一次只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这种 working group 几乎是常常来，你可能甚至每个礼拜来，甚至每天，有些 group 可能非常紧，可能要求你每天要给一个小小的报告。那既然这是非常非常 frequent， 所以其实你就不需要那个在每次报告的时候讲一大堆东西，因为那实际上太多东西没人记得住，会 defocus， 反而是不好的。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一次只讲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非得要讲超过一件事、两件或三件的时候，那你就要中间有个非常清楚的 cut。好，这边我要切换到下一个主题了，前面有没有问题？一次解决一个主题，不要让这个问题呢留到后面去。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你的演讲开头一定要非常定义清楚你要讲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尤其是你的老板，可能不会，他底下一大堆学生，每个人都做不同的主题，那每个人做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来三件事情叠在一起的时候，你再怎么厉害的人，脑袋也是一团混的。刚才 是某某 A 讲了什么，什么东西坏掉，某某 B 又做了什么事情吗？非常的容易就混乱了，那效果就打折扣了，就没有达到我们说的 effective 的这个 knowledge transfer，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对 working group meeting 来说，最好的做法就一次只讲一件事情，最清楚。那第二个 key point 就是呢，即使这个样，你还是要，即使是这个是底下人都很熟悉你讲什么，老板也理论上很熟，对吧？那你还是要准备一个 introduction slide。 为什么呢？其实不要永远以为所有人都会记得你讲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working group meeting 的时候，学生常常会有一个或是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呀，我前几天才讲过，上个礼拜才讲过，或是上个月才讲过，大家都应该记得吧。这句话是不一定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些人可能不记得你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大家都记得很多的小事，所以到最后其实你到底要干嘛，其实不一定知道。第二个就是不要想象你 group 没有新人啊，你可能 group 有个新的人进来，他就听得不傻傻，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必须某种程度必须要 保证你总是要准备一页 introduction。那东西就是讲解你的主题是什么，你不一定要讲，其实如果底下人都很清楚，你就不用讲，就跳过去。可是那一页一定要存在，也就是说你每次讲的时候，那一页你说大选都在哪里。那下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 point 是什么呢？总是准备一个 summary page， 关于你上次讲了什么。就像说嘛，不太可能会有人真的记得你讲什么，因为这东西通常在 working group meeting 的时候讲都是非常细节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什么少了一个螺丝这种等级的问题。那既然是这么简单的问题的话，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醒大家你上次说了什么，那这次要讲什么，某种程度像是一个先给大家一个 baseline， 说哦，我要从这里开始往后讲。Yeah， 不要永远不要记得让以为人家都记得你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好，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之前呢，就是不要害怕在你演讲里面放太多的 detail。 为什么？因为这是 working group meeting， 大家随时想要看资料的资讯。可是你不要在你的材料、报告、投影片或者什么东西里面放大量 repeat 的东西。比如说我同样一张图，只是小小的 variation 放了100张，大家看了都晕了，对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这不是个好方法。那通常像有这种大量的重复的 图形啊，或者是资料啦，可以做是什么？把丢到 backup， 但是你要留着。为什么呢？因为很有机会会用到，因为大家会想，哎，我想要看一下这一张图跟下一张图差别，如果你改一点点 condition 的话，结果什么变化呢？等等等，你的资料会长什么样子？像这个东西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嘛，对吧？所以你不一定要把它全部放在你的本文里面，你可以放在你的 backup， 但是资料这种所谓仔细的资料是要留在那里的，对吧？不要把它丢掉。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千万不要在 working group meeting 里面报告你的 bug。你们说他什么意思？我不是要来这个 meeting 讲一些 detail 吗？为什么不要讲 bug 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偶尔讲一次 bug， 但是从你提出 bug 的时候，你要提出 solution。因为你可以想，如果我是老板的话，哇，我是你老板的话，你每次来跟我报告你都讲一件坏掉的东西，那我听三次我就觉得你这个人都是坏掉，你每次都给我坏掉的东西，我怎么会相信你做得好呢？对不对？就开始 worry 了，对吧？就是不行的。不是说你要把 bug 藏起来，而是你要讲 bug 的同时，你要同时提出你的 solution。所以不要只在会议里面讲 bug， 甚至是你有 bug， 但是你没有解决手段的时候，
甚至你要拿到 working group meeting 外面来讲，而不是在 meeting 里面讲，要把问题先解决再来 present， 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要不然你会想象说，如果你今天是 audience， 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你可能是甚至你是同伙，你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每天到晚都在讲什么东西坏掉，他又发现了一个他的 bug， 下礼拜又一个 bug， 再下个礼拜又一个 bug， 哇，这个人是什么 bug 天王吗？对，所以这是不好的做法，把 bug 在会议外面解决，真的不行，会议里面必须要 bug 跟 solution 一起放上来，不要只讲问题，好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 test， 就是什么，你的 CC defense， 几乎基本上你每一个 degree 都要做一次啊，如果你念几个 degree 就要做几次，对吧？道理说是这个样子啊。那你的 audience 很明显就是你的 CC defense committee， 他们是什么呢？他是你的领域里面的专家中的专家，但是他们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 你老板应该知道你在干嘛，但是其他人不一定哦，所以呢不要 assume 这些人都知道你在干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要有一个非常非常 solid 非常非常扎实的这个introduction 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其实 reviewer 最喜欢问的东西不是你的那些专业的工具，比如说你做了一些什么 fine tune， 你做什么非常 fancy 的 study， 不是 introduction， 大家最喜欢问 basic 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好测试你到底懂不懂的一个机会。因为所有学生都非常知道，或者所有人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对自己做的东西 technical 的地方非常清楚，甚至你的程式码有几行啊，哪一行在干嘛你都知道，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态的。不管你是做什么领域，其实都有这个特性，那个方程式算得清清楚楚密密麻麻，可是 introduction 讲的非常的混沌，这样是不行的。所以 CC 最重要其实是 introduction。 第二呢，要在你的这个CC defense 里面呢，解释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那个 consistent， 不要自打嘴巴。为什么呢？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你可能讲很长的一个 talk， 因为 CC defense 通常蛮长的，三四十分钟是很有可能的。那可能有一段跟有一段如果不完全相关，但是却开始出现一些那种互斥的信息的时候，这是千万千万要避免，这是不可以的。OK， 所以这很重要一点，就是不可以有这种互斥的资料。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不要 overtime， 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会不小心讲得太开心，那时间控管不了，讲太多或是什么，这个也是要那个控管了。因为其实很重要 defense 很重要的时候是问答，不是只是你的 presentation。 最后一个某种程度也很重要，因为你是 CC defense， 所以你的 talk 你的演讲必须要像是所有东西都做完。嘿，这个是很常见，因为大家很常见的是什么呢？因为你常常 在一个 working group meeting 报告，所以你很习惯说，哦，我今天做到哪里了，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调性，对吧？可是 CC defense 不是，你是做完了才给。所以你的演讲一定要是像是 I did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done。 你可以 有未来的 projection， 但是那是未来，不是你的事。所以你要把整个演讲呢包装成是一个完整 all done 的情形。 OK， 所以这某种程度是 很重要。不管怎样，这个演讲这个 talk 一定要 conclusive， 一定要有一个 OK I'm done 这种感觉。好，这非常重要，对吧？好，那接下来第三个 case 是什么呢？就是 conference talk。 那某种程度 conference talk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tep 呢，尤其是如果你是想要踏入这个所谓的 academic career， 就是你这种加入学术界，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一定会有机会的啦。那 conference 有很多种，对吧？你可能有国际的、国内的、小型的、大型的，不管怎样的，对吧？都有可能。不过它的一些调性其实是不会差很多啦，说实在的。那听众通常是什么呢？通常都是你的领域里面的 expert， 但是或是相近领域的 expert， 或是一些路人甲，不知道在做什么，因为你一定会有些学生或是搞不清楚你在做什么的人。那而且因为他可能是相近领域，所以他不一定知道你在干嘛。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mixture， 对吧？但他们是专家哦，不一定知道你在干嘛的专家。好，那第一件事情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演讲呢一定要根据你的时间长度来设计，而不是你根据你想要讲什么来设计。你们说什么意思？因为你想讲的东西可能很多，可是主办单位只给你10分钟或者15分钟，你要讲你想要讲100分钟，当然不可以嘛，对不对？一定塞不进去，到时候你就会被那个会议主席给踢下去，或是 section chair 说叮叮叮叮，过来给你这个闹钟把你赶下去，那这样非常不好看，不行。
所以你演讲一定要根据你的时间来设计。那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场合，也很可能是国际会议，对不对？国际场合，那一定要让你的演讲的，尤其你的 talk 内容呢，被人家审查过，被检查过。所以比如说你可以找你的 supervisor， 或是你的，或是在你同一个 group 的一些 senior people， 就一些比较有资深的人帮你看过才行。那除非你当然很有经验，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是很有经验的话，找一个人看过绝对是个好事，因为他可能会提出一些没有发现的盲点。那尤其是如果你这个演讲呢，你会包含一些不是你干的东西，比如说别人的结果啊，那你一定要完全的了解这些东西在干嘛，不要讲你不太清楚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对，你讲一个不太清楚的东西，死的是你，不是别人，对吧？那最后一个其实也相当重要，你要给这个放上 proper 的 reference， 什么意思呢？尤其是你要 quote 别人的结果的时候，就说哦，我这个东西是用了谁谁谁的计算，或是谁谁谁的实验资料等等等等等，一定要给这些人正确的、良好的这些 credit， 因为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社会，对不对？你拿了别人东西来用，一定要给人家 credit， 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吧？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上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讲最后一个场合。哇，当然其实还有姜老师还有其他的场合，不过我们就先暂时说这四种状况吧。最后一个是如果你给一个 seminar 或是 colloquium 的时候，那 seminar 或 colloquium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chance 来诠释你的这个工作的机会，但是你的 audience 通常是非常混杂的，你是一个 mixed audience， 你可能有专家、非专家、学生、路人甲，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而且人可能还蛮多的，时间又很长。那对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这以下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准备足够的清楚又足够的这个简介，就 introduction 要够足够，不要千万不要 assume 所有人都可以很快速的进入状况，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这个 audience 是一个混杂的状况。你如果你很快就进入主题的话，大概只剩下真正的 expert 在听得懂你在说什么，这样都很快的 talking about， 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你把你的演讲的材料要有一个斜度，要有个梯度，什么意思呢？要从简单的堆到难的，不要只有难或只有简单的，而是要有一个 gradient。 那个斜度当然跟你的这个听众的等级有关，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梯度。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听这个混杂听众每个人都会收获到一些东西，对吧？你简单的东西可能对 non-expert 就可以听懂一些，可是后面可能听不懂，没有关系，但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了。那对 expert 来说，他不会因为你的东西太简单而最后就说、哦、这完全什么都没听到，听了一个小时之后什么都没有学到，这样也不好。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要有个梯度，有难的有简单的，从简单的开始堆到难的。那这个是然后有时候讲 seminar colloquium 的时候，既然你是在 sell 一个 idea 了，是不是某种程度，所以其实这时候你用贾博士 style 其实并不是个坏事了，对吧？或是像 TED Talk 那种 style 有时候并不是个坏事，因为你是在卖你的点子啊。尤其是如果底下是 general public 的人的时候，就是一般路人大众，你要讲上你的一个重点给大家，你是在卖点子了。所以有时候重点反而细节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在卖，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 style 很棒的。但是呢，就像说你必须要有 gradient， 你最后还是要进入一些比较 expert 的状态，让底下的专家也听得懂，听得有学到东西，这很重要。不要只是卖，因为只是卖一个点子，专家会说我来听这个干嘛，这样子会觉得有点没用，这样这不好。那有时候你可能会放一些 video 或一些比较那 relax 的材料在里面，也是有时候也是个好主意的。OK， 好，那我们很快速的把这个关于这些基本的这些 rule sum 稍微谈一下吧。演讲的状态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第零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定要非常清楚定义明白你这个演讲的主题，不要那个混杂，不要跳痛，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事情是这是第零件。第一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永远不要 present 任何东西你不清楚的，对啊，这个是真的是绝对不可以犯，就是你不能讲任何你不知道的东西，那会一旦被戳破，那会非常的惨烈，对吧？千万不要。那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我们都说过啊，了解你要跟谁讲，你的听众是谁，那准备好的这个材料投影片 material， 那
短talk没关系。你会发现如果 你发现、啊、我材料没办法讲到指定的时间，比如说我要讲个30分钟，可是我材料只能讲25分钟或是20分钟， It's OK， 20分钟就20分钟，短 talk 比长的 talk 好， OK， 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演讲的时候不要乱传， OK， 这个也是。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在演讲前一定要有一个 practice， 要有一个练习，好不好？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的 general guideline 啦，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讨论到、其他东西，尤其是怎么样子准备一个好的投影片。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第二个主题咯。第二个主题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准备一个好的投影片。那现在投影片几乎都是在电脑上面作业，对不对？你可能有个 PowerPoint 或者什么软体在上面写。那我们这边放一张照片，是我大学时代用的东西，那是一张透明，是一张真的像真的是透明的片，投影片的 transparency， 因为我们常常说是 transparency， 它这是透明的，你是在上面写，在那边画印图这样嘛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传统的做法，但是虽然现在这个做法跟以前非常不一样，可是其实很多的 principle， 这种所谓的 principle 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了，就是你这个一些 key 的这个 idea 其实差不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那怎么样准备一个好的 slide 或是一个 slide 准备的一个 step 是什么呢？首先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要先理解是你要在什么场合讲咯， 你了解你听众是谁，你有多少时间等等等，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步骤啦，就是忘程度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二呢是什么呢？收集足够的资料，因为你常常你需要准备一些资料放在你的投影片上，你要一些 paper，一些前人的演讲或者这些等等等等等，先把这些东西收集好，而且 digest 过，你知道你要讲什么。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准备本身啦，找一个你习惯的工具，方便的工具就好了，不一定要是什么，也许你喜欢 PowerPoint， 你喜欢 Keynote， 喜欢 LibreOffice 或任何东西你喜欢都可以，只要你操作的顺当就好了。最后呢，总是要 polish 你的 slides， OK， 不要做完就立刻上场。对，很多时候那个一个 second look 或 third look 呢，其实很重要的。他可甚至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人帮你看一看。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tips 吧，好吧？第一个就是，其实所有工具都可以 work， 对吧？我知道很多人说很习惯用某种软体啦，比如说就是 PowerPoint， 也不是 PowerPoint 不行，而且还有旧版新版，旧版可以新版不行，新版可以旧版不行，对不对？各式各样。那你喜欢 Keynote， 你是 Mac 帮就喜欢用 Keynote， 那我是 LibreOffice Pi， 或者甚至用 LaTeX， 或是用 Google Slide， 各式各样东西都可以，很多。那其实呢，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呢，其实这是没有绝对性的这个 preference 啦，应该说所有的好的工具都，所有工具都可以给你够好 slide， 这样你准备的够好。那不过呢，一个 general recommendation 是什么呢？就是你准备这些 software 呢，至少它有比较长时间的 maintenance， 就是你不希望这个软体呢过一阵就不见了。有一些很 fancy 的这种 slides preparation tool 有，但是它可能很快因为资源度比较差，然后后来就消灭。那这样其实是蛮可惜，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要 recycle 你的投影片，对吧？你比如说你可能给了一个演讲，可能几年后你可能要再拿回来。reuse 一两页或什么，都有可能的。那如果你的东西没有办法保持那么久的话，到时候你就很麻烦，你发现啊 ，OK， 这不 work 了，哇，怎么办？那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工具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癖好了，或是任何工具都可以。可是反过来说，准备投影片本身呢，是有它的一些特性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特性是什么喽。第一个常见就是 overall design， 你用投影片一定有一个群体整体的一个协调性的设计。那最简单的话就挑一个 proper 的 template， 对吧？你有一个样板开始，一个模板开始。那所以很多时候，这其实尝试一个 recommended 的东西，你不一定要从全白啦，但是你至少有一个良好的 template 开始，你就觉得啊，我的投影片一开始就看起来不错了，对不对？但是很重要，我们挑的是 proper 的 template， 不是一个 pretty template， 不是说特别漂亮的 template 就一定适合。因为跟你的状况有关啊，对吧？就像我们说好的演讲也跟你的状况有关，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符合的。所以比如说你如果你在一个像是一个 working group meeting， 就是在这种比较工作形态的场合的时候，你的投影 template 不应该太复杂。怎么说呢？你不应该有大量的花样啊，大量的装饰啊，那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你希望告诉用你希望是希望大家都 focus 在那些结果上。
可是那种今天这个演讲是一个 public general public talk， 对一般大众演讲，你通篇太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不对？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需要削一些比较花俏的 template。所以好或不好呢？也是跟场合有关的，对，应该调什么样 template， 跟这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关系。那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或者什么呢？不要使用太鲜艳的背光，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哦，我应该背景要非常非常的鲜艳，或是什么大红大蓝大绿之类的，这是最好是不要啦。因为除非你今天是要做个特效，就说我今天这一页就让人家觉得，哦，好红好红好闪好闪，那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投影片的背景必须要是淡色，而且不要彩度比较高， OK， 避免那个烧掉你的这个听众的眼睛，看见哦好闪，受不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只要突然有一页想说，哎，我要告诉你说啊，这个东西就是很严重很危险，换个大红色，大家就可以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并不是个坏事，对，看状况使用，但是通常来说不要太亮。好，那这是 overall design。 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当然就是字型咯，还有你的文字。那因为通常我们的投影片还是有很多文字啊，你当然有些说法的时候，也许你投影片就只有图而已，可是那其实对科学演讲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做法。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过一阵子就不知道你这张图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或是什么字什么不记得了，所以还是要有些文字，有些叙述。那选用字型的时候呢，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字要够大，尤其是你如果你这个 talk 呢是要 project 在墙上的话，在布幕上的话，字千万不要太小，尤其是基本上，而且你的这个对比呢要拉得开，黑啊白啊。不要都是灰灰的，颜色看起来很接近这个样子。基本上就是一句话，不要把这个投影片当做你的这个听众的视力测试在检查，可以吧？对不对？这是不实的。所以字要够大，对比要够明显，但是不一定很亮，但是至少要很明显这样子。好，第二个就是说，尽可能使用标准字型，有衬线跟没衬线都可以，就是有没有装饰没关系，但是不要用一些太花俏的字型，有些字型很花俏、很漂亮、很可爱，对不对？你有些像是人工手写字啊，或者什么扭扭弯弯、圆圆的字，有些人很喜欢，那不是不好，但是就是有限度的使用就好。最主要的字型，多半你看到的字型，必须是尽量是标准字型比较好，好不好？那第三点呢，就是你的文字叙述呢要短清楚。为什么？因为你是投影片，其实你不是在准备一个paper， 不是准备一个 article， 你不是要submit到 journal 去的，所以你的文字叙述不用非常非常扎实、非常清楚、没有漏洞，不用，而是短、简单、to the point 就好了。那有时候甚至有时候你整页投影片就只有一个 quote， 一句话，然后效果其实还不错，因为大家就会记得那一句话，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对吧？这并不是个坏事，文字精炼是好事，但是文字精炼不代表你可以有这个文法错误或是语言错误，尤其是我们不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像今天这个投影片是用英文准备的，是吧？不代表虽然英文准备你不一定要精炼长篇大论，可是基本上基本的文法、基本的标点符号还是要遵守，不是因为这样就可以说写一些那个拼字错误或是文法错误，这个是尽可能的要避免，是吧？不用 perfect， 但是尽量避免错误。好，那对科学演讲来说，尤其是对这个 science 或 engineer 的 student 或者 field 呢，你很常见什么 symbols 或是 equation， 对吧？你常常打一些特殊符号啊，尤其是你可能打一些希腊字母，对吧？或是一些上标、下标等等等等等一些括弧，甚至积分等等等等的，这是很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对吧？那这边的推荐是什么呢？尽可能的使用正确的这个 symbol。为什么？这个很简单，展现你的专业程度。你们说这个没什么差别，大家都看得懂啊，你随便打打大家也看到，是看得懂，可是你在这个投影片上面的这些细节啊，这些 拿捏这些细节啊，某种程度都是展现你的专业的一部分，所以尽可能的用正确的 symbol。 那必须要使用 A, 这个 equation AD 的去用吧，啊，就是尽可能让它看起来漂亮完整，不要这个比较琐碎这样子。那有些人可能会从一些文章上面剪贴你的这个equation 到你的
投影片上面去。是的，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形，因为你可能不想打那么一长串，打了可能还会打错，剪接 很快。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保持是 factor 的这个 format， 什么意思？就是向量图，向量图就向量图 ，PDF 像 EPS 这种或 SVG 这种向量图比较好，不要把它转成 JPG 或 PNG。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个快速下降，当你图一旦放大，看起来就一堆马赛克，对吧？不要马赛克的 equation。所以底下放了一些简单的 example， 比如说底下左边呢就是一个不好的范例，对不对？我的上标打一个 head to， 啊，不是很好。然后加减就打加跟减，也不太好。箭号就打减号跟大于，就是都是不是很漂亮。虽然大家看得懂，但是不是很漂亮。然后那个乘外积乘你打成 x， 哇，是看得懂啊，但是也是不好，对吧？然后最后一个这个马赛克方程式，这也是真的很不好。能够打就像打像右边这样，虽然右边这上面三条呢，其实是只是单纯的在这个 editor 里面打的。所以它其实并不是用 equation editor， 就最后一个是 equation editor， 但是呢你打得够专业，看起来是还蛮漂亮的，对，尽量打得专业一点，对，使用这些插入这些 symbol 呢不要偷懒，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对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投影片来说，不要偷懒，展现你的专业吧，对吧？那另外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图咯，这个图不是指你那种漂亮的风景图或是 whatever 人物图，不是，指的是因为我们常常使用 plot 或是一些图形图表呢来展现你的 data， 你的研究结果，你的实验数据等等的，很多时候一个 figure 呢会帮助很大嘛，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是一图胜千文。那所以呢画图的时候，画这些科学图表的时候，用在投影片上的图描会要一些特性，比如说最重要就是你的线的这个画线要 proper， 什么意思呢？你的粗细要对，为什么要够粗？颜色不要太亮，比如说你不要使用什么 light green、 light yellow 在白色的背光上，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做法。然后第二就是当你这个图形有一个区块要填满的时候，不要选高彩度的颜色，因为那看起来太犀利，会让你这个破坏你这个投影片看起来很不协调，而且看起来不舒服，不要。第三个 legend 很重要，就是你的图例很重要，不要省略图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样有人会来看同一张图说，这条线是什么意思，那个区块是什么意思，要告诉大家的。另外就是 title 跟 exit title 很重要，就是你这个图你的单位你的这个图是 A 轴 Y 轴各是什么东西都要写清楚，对，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东西。最后一个也是一样，尽可能保存 factor 的 format， 就是用向量图，不要使用这个 bmap。 当你使用这种所谓的已经变成这种，当你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呢，尽可能至少你的那个图形的 resolution 要远大于你的萤幕 resolution， 所以千万不要用抓图的。很多人可能会用萤幕抓图把东西就贴到投影片上面，那非常非常糟糕，看起来很丑。当然 working group meeting 大概这样还不会有人抱怨，但是你对专业的演讲而言呢，这是真的不行，不要这样做，尽可能的保持这个 factor format， 也就是说你的投影片放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清楚漂亮的明白显示你的图形。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在你的图旁边要加一些说明文字，不要只有一张图。为什么？一个是这是帮助你自己也帮助别人，就是说当别人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你 offline audience 他是比如他没有听到你演讲或是没有听清楚，可是看到一张图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那如果你只有一张图就真的就没有什么资讯了，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在每张图附近都要有一些文字，至少很简单的点出这个是干嘛的、okay? 那当然这个是帮助你自己也帮助别人。为什么会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提到这件事情。好，那么还有什么呢？除了图以外，另外当然就当图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不良例子给大家看了。左上就是很明显的不良例子，对不对？那个线你看不到画什么，右上的画实在是太闪亮，而且还把一些线遮住看不出来，对不对？太闪亮也不太好。左下的话是你到底画啥，你没有 legend 也没有 title， 不知道画什么。右边的话用一个不好的 resolution 贴上去，看起来非常的马赛克，这样也不行，对吧？所以这四个就是四个不好的范例，千万不要犯，对吧？太亮或是太闪亮，颜色太鲜艳，区块太鲜艳，或者是那个没有写 legend 没有写 title， 或者是用这种马赛克图，尽量不要了哦。
好，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表啦，图，然后是表嘛，对吧？那当然在投影片里面使用表格不是不行啦，但是通常其实不是那么推荐。为什么？因为表就是大量的数字或是文字，对吧？那它绝对没有图那么有效果。当然你是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引入表，就是比如说数一这个数字很重要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数字是几趴或是什么零点零零多少，就数字本身非常重要的时候，你可以用表，那通常不是个好主意。所以基本的 guideline 是跟我们使用文字是差不多的，或是 symbol 是差不多的。字要够大，不要太小，这样子让大家看得清楚。然后不要放太多的 significant digit， 就是比如说你不要放太多数字就对了，因为其实这个效果是不好的，不要太多。当然呢，那很多时候如果你的这个表格使用这个，所以是你的那个行跟行之间有这个交错的背景颜色，常常也不是个坏主意。OK， 这还蛮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做法，所以也可以这么做。那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是一个 tip， 就是什么呢？有时候你的表是给直接的数字，但是如果你同时附上一个用这个表画出来的 chat， 就是图表的时候，图跟表一起来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很快就可以抓到这个表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他真的要仔细的数据的时候才去看那些数字，但是他可以从附带的这个表看马上看出来这整个投影片这整个表呢在讲什么事情，那这是个好事。所以其实有时候呢，图跟表一起出现绝对不是浪费空间，不是增加，不是捧红，而是可以很快的给不同的那个资讯，对不对？图给大家很快的一个统计资讯，表给大家仔细的数字，所以这不是个坏主意的。那这是表的部分。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是一个比较现代才会有的问题，就是我如果在投影片里面刊录像是 video 啊或是特效的话会有怎么样，会行不行，这是不是好主意呢？那这其实通常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对吧？因为现在这些 tool 我都支援，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尤其是 video 或是这些东西呢， 它的好处就是它很快的很快就可以抓到这个听众的注意力，所以是好事的其实。但是不要 overuse， 就是每一页都有的话就没有效果了，对吧？就稀释，所以偶尔用是个很棒的主意吧，可以这么说。所以这边的建议是这样子的，通常呢你直接在投影片上面刊录影片是好的，比起你有时候我这一页我想要秀一个动画或者秀一个影片，我把我投影片关掉切换到 YouTube 在 play、这个实在是效果很不好，对吧？不要有这种切换的动作，最好是就看到你的投影片里面，如果看能看就看进去，这样可以降低很多这种切换的这种不流畅感，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啦，不是不行，只是一个建议。那基本上呢，这些特效或是投影就是影片呢都只是一个 add on， 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 essential information 放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就算今天这个 video 不能被 play 失去了或者特效没了，你的所告诉人家的资讯呢没有因此而损耗、okay? 所以这个东西是必须要能够维持，就是你的资讯呢没有绝对的放在那里，而是它只是一个很棒的 add on， 好吧？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荐。好，那综合来说吧，我们把关于投影片准备的一些 tips 稍微的整理一下。其实第零件事情我们没有仔细去说，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是什么呢？每一页投影片都要 convey 一个 message， 要讲一件事情，不管是在什么场合都是，什么状况都是，不要有一个投影片，有一页投影片不知道在讲什么的，或是好几页投影片只讲一件事情，这也不好。尽可能让每一页投影片都有一个主题， okay， 这很重要。第二个是比较像是准则啦，不一定要这样，但是是一个准则，就是通常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至少要准备一页投影片， OK，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准则。因为你通常一看当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有些演讲是那种很通常国际会议的演讲通常是这个样，就是你一页投影片就是一分钟的时间，上课不是，上课的话通常你一页投影片要超过一分钟，要比较长一点，所以要这个是可以随时间调整，或是你有些投影片是只有 flash 一下，就是一张图 一个标语就过去，那就不用一分钟了，对吧？所以这是稍微的斟酌一下的东西。那接下来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在投影片里面满满的方程式，对吧？有些人会怎么做的，那可能会觉得打这些方式打得很辛苦很棒，可是呢其实这效果是很不好，不要这么做。
那另外一个也是，不要在同一篇里面一整页都是只有 data plug， 没有什么解释都没有，这不行，这也是不良的做法。那有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所谓 eye catching 的投影片，就是说一页只有一个 photo 加上一两行字，一点点字来做个气氛的转换，这并不是个 坏事，就是让你的这个整个演讲有一个换气的感觉，所以那是个 好的做法。那另外一个就是呢，你的这个 background slides、也很重要， 请用心的准备它，它不是不是只是多的附在那里，它有它的作用，也要好好准备。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summary slide 总是需要的，不要跳过它，好吗？就算是很简单的 subgroup meeting 或是这种 working group meeting， 不要跳过它。好，那这边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一些 tips， 怎么样子准备一个够好的投影片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讲怎么去 present 它。好，那我们这边做个切换。好，大家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三部分吧，就是怎么给一个好的演讲的本身。那记得吧，我们在前两段已经讨论过一个好演讲是什么，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知识传递，对吧？是我们一个理想状的状况，或是 classical 定义。那也就是说比较严格来讲，什么叫好演讲呢？就是某种程度其实重点不在于你讲了什么，而是你听众听到了什么，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吧？你当然希望你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如果听众都没有听进去也没有用。所以某种程度就算你准备你的材料 slides 又棒又漂亮，资讯又充足，那但是如果讲的不清不楚，那 audience 什么东西都没有 catch 到的话，那也不行啊，对吧？那就不是个好演讲咯，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说。那所以你总是希望你能够 engage 这个 talk， 就是你跟 audience 呢之间的这个关系要一个很强烈的这个 binding， 这样就一个 engage， 你希望你的那个听众哇这是太棒，完全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还可以举一反三，这样对吧？这个是一个你的 wish 啦。所以某种程度反过来说，如果你发现你听众都像这样子，可能那个没有人没有对你其实是没什么反应，哇，可能有很多反应，很多的声音，很多的鼾声，这样当然就不是一个很有效的 talk 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 effective 的 talk， 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东西不要发生咯。好，那怎么样子不要发生？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大量的练习，就是不断的 practice， OK。 所以某种程度准备一个好的 proper 的 rehearsal， 一个预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甚至有时候不止一个。最好不要这个，就算是一个那个，除非你今天演讲是一个非常 casual， 就是你只是拿一张投影片跟你的老板聊天的话，那就没有，那不需要 rehearsal 了，对不对？或者是你已经超级有经验的，但是就算很有经验的，有时候也是会需要这个 rehearsal 的，其实就是在不同场合要做一些调整，所以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有 rehearsal 是好事。此外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比如说你的老板，你的 supervisor 或是 在你旁边听，然后有时候会给你一些很好的修正，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一个自己没有抓到的 style， 可以帮你扭一下，那你表现得更好，或是不小心说错什么，你可以修改的，对吧？这 style 可以修改，所以这是好事。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有些人会 rely on 这个 notes， 就是会贴一些小抄，小记录这样，小抄这样子，对吧？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是非常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不是不能写哦，但是不要 rely on 它，就是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一定要准备非常重要的事情，也甚至不要念你的小抄，那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那是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的东西。最好是把当尽量的你要讲的都记在脑袋，你不得已写在投影片上是 OK 的，不要拿出来念，对吧？这是很重要的。那很多时候你可以练习更多次，你自己可以练习，不一定是要找老板练习，你可以在很多时候休息时间、睡觉前、洗澡的时候，把你的演讲材料在脑袋里面转一遍，这都会有帮助。其实那甚至现在像这个，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先 modern 的工具，就像我现在对电脑讲一样啊，你也可以把它录起来，然后自己听一遍，但是哎，我这样讲的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东西漏点，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等等等，这都可以帮助一个演讲讲得更好，对吧？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是，那真的实际上到演讲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明白？假设你练好了，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穿整齐，穿好，穿恰当，对，穿恰当不代表穿得很整齐，这是不一定的，要看场合。你在一个非常休闲的会议的时候，你穿的那个大西装、黑西装打领带，看起来就不对，或者穿
甚至穿可能 穿大白那种结婚装，也觉得那也不对啊，都不对不对，对不对？都很奇怪，不行。所以你要 proper， 在 很 casual 的场合就穿的 casual， 在正式场合 穿正式，不要乱穿，因为乱穿是很奇怪。我们不是小丑，我们是来给一个科学演讲，所以它不是来卖东西，也不是来娱乐大众，所以这很重要。不是说你穿高兴就好，有时候是这个样子，不是你开心就好，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穿得很随意，但是不要这样子，对，尽可能切合场地，切合的那个的状态穿，不是要穿特意整齐，而是要恰好恰当。第二就是 be calm， 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镇定，不要抖啦，有必要发抖哈。那保持你的微笑。那为怎么你会说这怎么做得到？如果很紧张的话，很简单。尤其是如果你可能第一次给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国际演讲，底下人怎么哇一千个人都在底下，哇很紧张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就想一件事情，正常而言，如果你给一个演讲，这种演讲你觉得是这个房间里面最好最强的 expert， 在至少关于你的主题你才是 real expert 对吧？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清楚你在讲什么，这样有没有觉得好多了对吧？你觉得啊，反正呢没有人比我更懂了，所以 you're the king，这样应该就或是 you're the queen 就没什么问题了对吧？就可以说我一定可以讲的好，这样就行。那其实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看着你的听众，不要看着你的投影片，这个很常见，很多人会这么做。因为现在，因为如果你是在现场的演讲的话，投影片通常在后面，所以会有些情形，就是有些人会盯着投死盯着投影片念。那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要做的事情，你要看的人是你的听众，看着他们讲，然后偶尔不得已才会去看一下你的投影片，不要看着投影片对，然后对着听众，那看投影片讲话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这么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前一个章节有提到的，为什么你在你的图或是东西旁边都要放一些叙述文字，不用很多，几个 point 就可以了。为什么？避免你不小心忘掉你要讲什么。哎，这会哦，因为有时候你一紧张哦，就忘了。哎，我天啊，我这张图是什么意思？我干嘛？为什么放这张图？那个逻辑就断掉了。这是会发生的，不要小看，绝对会发生。尤其你讲很长的演讲，有可能有一页就说啊，完了，我这张图要干嘛？为什么当初放这张图？那你突然忘了要讲什么时候，就开始念那些你放在你的图旁边的文字，你马上就会回神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补足你避免脑袋一段空白就讲不下去，因为这是会发生哦，不要小看，这绝对会发生。这就是我们之前提醒，你一定要在你的投影片上面 有一些小小的描述，简单几个 bullet 就可以了，关于这张图或是你要讲的东西，不要就是不要 rely on 就只有一张图，否则你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熟悉，你已经练习了非常多次，整个材料都已经背到熟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啦。不过通常而言，这是避免自己那种吃螺丝的状况或是卡住的状况，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观众的互动是不是好主意呢？答案是这个是 case by case 哦。有些人很喜欢不断的问观众问题，这不是坏事，但是这要看场合。如果你今天的演讲是一个很短很短的国际会议，可能就十分钟、十五分钟好了，你可能十二分钟就要讲完，三分钟给人家问问题。那在这个时间下，你几乎没有办法跟观众互动，你不可能说哎有什么问题的举手，不行啊，对吧？没有时间的，所以这最好不要。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长的 seminar 或是 colloquium 的话，这是 OK 的。你就是要有些你可以跟观众有些双向的问题，你也可以有些那些预先准备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可能有不管你啊，你可以有抽签啊、表演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并不是不行，不是只有念你的投影片，念投影片那只是最传统的一个做法，但是你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不要不断的问你的观众你听懂了没有，对不对？这是非常不好，你懂了没？你懂了没？很多人你知道吗？ Do you get it?哦，这很糟糕，对吧？千万不要这么做。你会听，如果你听过这种演讲，你会觉得很受不了。你干嘛一直问我懂了没？对不对？不要这么做哈、哦。那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就是不要抖你的 pointer、有些人会这样，因为会可能会紧张或干嘛，手会抖，拿着那个 point 类似 pointer 这边晃啊晃啊晃的，你就看那个荧幕上光点一直这样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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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很不舒服的，其实对不对？你自己是听，其实某种程度。怎么这些小细节就是当你去听一些演讲，你发现别人有些坏的习惯的时候，千万不要学下来，那你就会知道啊 don't do it 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些问题，不要做就对了。好，那难道只有这样吗？其实
演讲最困难的东西绝对不是演讲，是什么呢？ Question answer the section， 对吧？回答问题的时候最困难，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太能够 predict 人家会问什么，对吧？你可能有专家问超棒的问题，很难的问题，那也有那种白痴问题，或者是你不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那种蠢问题，对不对？都有可能。那这东西非常的难去预料。问到一个好问，有人问一个超棒的问题，你会觉得啊，这个人懂我，你很开心。但是问一个蠢问题，就很想不知道去哪里钻进去那种感觉，这样也不行，对吧？那这其实是最困难的，但是这也没办法，这个只能尽可能的准备。什么叫尽可能准备呢？就是你把所有你觉得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都先预先放好，放到 backup 里面去，至少你有一个这个材料呢，可以先预先的这个做处理，就是你有些预定可能会有人问的问题，就有一个一页通一遍来做答案了，这样是非常的棒，对不对？就让你觉得哦，这个人真专业，棒。那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害羞，如果你对人家的问题没有听懂，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去给一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国际会议底下英文，然后可能问你的问题是一个口音非常重的家伙，听到他在说什么，不要觉得害羞，你可以问他，你可以再讲一遍解释一遍你的问题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有人咬你， OK， it's OK， 对，不需要说一定要一次就听懂，然后就装作自己很专业，不要，可以 iterate 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其实这三个 point， 这三个指点呢也很重要。如果你没办法马上回答，不要装着回答，不要敷衍，你可以这绝对不是个问题。你把问题带到 offline， 就是说我等一下再回答你，我们私底下再讨论，这都没有问题，不一定要在现场就回答。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那你知道答案最棒。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别说要我们等一下在私底下再讨论，我现在没办法马上回答你。Fine， this is not a problem， OK。但是最差就是闪避答案，闪避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就回答一个非常敷衍的方式，那是最不好，千万不要那样做。OK， 好，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会后，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对一些场合来说，尤其那有时候你的演讲后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你可以很快去解决你刚才没有回答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你甚至可以找刚才问你的问题的人好好去讨论一下，可以就有更多的资讯交换，这很棒的。其实这时候是学到最多东西的机会。OK， 那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 conference， 那通常演讲之间一个 session 之间就会有 coffee break 或是 wine cheese 的活动之类的。其实这是一个 wonderful 的 chance 呢，去跟你同一个领域的人，或者是有点不太同领域的人去 interact， 就是交朋友的最棒的时候，也是学到东西最棒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宅起来，对啊，尽可能去找那些你不熟的人，你不认识的人去聊天，甚至你可以自我介绍你讲了什么，那如果对方还记得你讲什么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话题的开始啦，对不对？那也许在这些聊天中你就得到一些新的点子咯，你就得到一些新的想法，不是很棒吗？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遇到你的同事他也给了演讲，你的同事朋友所以给你讲，不要害羞的说不要害羞的不打招呼，你可以说啊 good talk， your talk is excellent， 不要散播爱，对吧？散播这个欢乐，对不对？不要酸的这个开心的感觉给大家，这是很重要的，不要 hesitate， 不要害羞讲这件事情。那甚至呢，有时候你在这些 break 或者休息时间，你会取得更多的更学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 useful 的 question 跟 comment， 这是很棒的。千万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场合，因为这个是算是一个会后的情形，可是呢反而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吧，把握他们。好，那最后就让我做一个 remark， 做一个 summary 吧，关于我们这整个三节的这个讨论。首先呢，某种程度给一个 talk 其实是一种艺术，其实它很不容易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很多时间练习，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它某种程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 的 activity， 在你的这个 professional 的 career， 就是你这个研究阶段，你的专业阶段都是没有办法避免。那你可能会因此呢跟不同的人，不同的 group， 来自不同 group， 不同的 institute， 不同国家的人做 interact。 那至少在今天为止，这种闪电 talk 还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做资讯的传递，对吧？所以没有办法避免。那
在今天里面，我们很快速的 address 一些 tips 啊 hints， 关于怎么样给一个 OK 好的科学演讲，对吧？那也许希望他们对你将来的一些 activity 有些帮助。当然，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变成 excellent 的 presentation， 从这个跟 audience 的互动呢，也可以获得一些东西。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